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吃饭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好，今天吃的是我最爱的饺子。哇，你吃饺子？哇，现在这个辣椒特别辣呢。猪脚。这个猪脚好不好吃，曼娟？好吃。还有霉豆腐。特别软糯的细腻，还有奶奶炒这个茄子，最爱吃了。还有一个辣椒。喝饮料吧，喝个杨梅汁。嗨，老铁们，吃饭了。那么巴适。
这个焖那个红烧肉的那个辣椒，就剩了几片，又涮个蛋。就是没有什么油的低脂的这个木瓜丝，不长肉，可以配粥啊，炒的。好吃，我很喜欢吃烧包笋。就放到冰箱里面冰了一下烧包笋，凉凉的。面是有味的，就是没放那个辣椒，对，我也放了。
布拉克的黄豆酱。嗯，挺好吃的，拌那个酱。加了有香的辣椒油，好像辣椒油去蘸一下更好吃。是啊，教育证我停一下，那质量好差。